开始。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2月27日星期二中午12:14至11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钟委员、孔兆等14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增列第九届第四会期第15次会议及第一次临时会第二次会议议事录。人事处函送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等二案，其余各案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一案，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7年3月9日星期五13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2-3，委员郑宝清等凝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电信管理法交内政委员交通委员会审查。4-8，亲民党党团凝聚国民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灾害防救总署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经济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9-11，委员郑天才等凝聚新民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2，委员王惠美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3，委员赖世葆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4-15，委员蒋乃馨等凝聚教育基本法、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6-18，委员林德富等凝聚监狱行刑法、中华民国刑法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9-20，委员林代化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1-22，委员陈超明等凝聚公务人员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海岸管理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23-29，委员钟孔兆等凝聚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劳工退休金条例、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劳动教育促进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性别工作平等法、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0，委员李红军等凝聚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1-32，委员张立善等凝聚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3-41，委员曾明忠等凝聚银行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保险法、票券金融管理法、证券交易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都市更新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42，委员马文君拟撤回前提之议事法，交拟请院会同意撤回。43，委员许志杰拟撤回前提之大学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44-55，行政院函请审议植物防疫检疫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社区大学发展条例及终身学习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地方民意代表费用支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家语言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废止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养护工程处组织通则，交通部公路总局各区监理所组织通则及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卫生福利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废止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证券交易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废止交通部台湾区国道高速公路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56，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7，司法院函请审议行政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58，经济部函送财团法人中继社预算案交经济委员会并案审查。
五六至六四，行政院、中选会、卫福部、法务部、国安局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六五至一零一，经济部、公平会、中选会、内政部、原民会、司法院、教育部等函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零二，经费稽核委员会函为本一二二届经费稽核委员会任期届满，简送工作报告，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请查找案。拟请院会将本案交朝野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一零三，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名单，请查找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王定宇等凝聚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二委员张宏禄等凝聚原住民族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三至四委员苏小慧等凝聚行政院组织法、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五至六委员王惠美等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基于咨询，宣读完毕。好，各位没意见，没意见决定议程草案报告事项、执行事项对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执行通过，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一案，二一立法院咨询刑事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弃案，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有无临时动议？没有。散会，谢谢。